祝大家越来越好，来了，对不起，越来越好，来来来来，越来越好，来来来来，你皮肤有光度，哎呦，好，到你的下一句，好，到你的下一句，惩罚你。你身体有健康啊！哎，方老师，你方老师，你财源滚滚来！哇，好不好？我们今天脸上那个笑容都常在，越来越好。昨晚周深在 Episode 音符杀的直播，大家看了吗？一场直播下来，米缸又该切换频道了。妈粉皮又该披上了，真的是好可爱呀，一举一动都透露出可爱，特别是那个擦脸的动作。总有人值得比跨越山水万丈，一同分享岁月和星辰，我却心却周深现场说到了演唱会上的奇迹时刻变魔术环节，周深说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给自己打六分，给生理们打满分，还说到了实体专辑，周深说把它做好了再跟大家见面，弹幕一直在说加场，周深说我会加油的，主持人说替大家许愿2025年的巡演能去到更多的城市，边行的战士，对不对？没错。好，那其实呢，刚刚我们有说到限定版流金水包装的颜色就在我们的桌子上面，都是深深自己非常喜欢的颜色。哎，而且有意义的颜色。对，而且跟你的名字正好又重叠到。对，深蓝。深蓝。深深蓝。深深蓝和深深深蓝。这个蓝色对我是很有意义的颜色。对，因为我今天带来了一个这个哦，这个应援物。这是在演唱会上大家都要有的一个应援棒，对不对？就是应该算是我们的默契的一个应援棒。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我给它取的名字叫懒得管你啊。真的吗？真的假的？是的，因为首先它是蓝色，然后他们说它很像一个就是什么呢，管子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就叫懒得管你，魔法棒。所以哇，这个呜呼，你怎么会有这个？因为工作人员准备的。谢谢，太有心了，太有心了。所以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大家就会聊天说：“哎，我明天要去看深深的演唱会。”然后他就会说：“带上你的懒得管。”嗯，我也带上我的懒得管，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对话。没错，带上你的懒得管你。好的，好的，好的。那这个。浮萍图，太多次迷路，太多次失误。I'm ready now, I'm ready now.I'm ready now, I'm ready now. 就最后都希望大家可以可能在就是不停的去找到最适合的那个那瓶乳，也是不停的去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自己一样。哇，掌声。机械的白鸽从空中飞过，要如何点睛它才看成鲜活。说到直播，这个周末王者荣耀共创之夜直播也要来了。24日王者荣耀官微艾特周深送出福利，随机抽三位幸运粉丝送出周深亲笔签名照一张，并且发博说已经有一分钟没听到奇迹时刻了，别着急，王者荣耀品牌代言人周深会在10月27日2024王者荣耀共创之夜登台献唱，并上传了周深演唱会演唱奇迹时刻的片段，这剧透就很明显啦，周深这是要演唱奇迹时刻并表演魔术。同时大家不要忘记27日晚上音乐园计划要播出年度盛典，有周深和薛之谦的合唱，周深和周笔畅的合唱，大家该怎么选择呢？周深It's me。 话说周深接梗真就是张口就来，随时随地都能大小唱。我爱的人啊，没有了被爱判处终身孤寂。
毛都掉了。你毛都掉了，要我怎么拒绝？尤其是雨雪之谦，只要两人在一块就大小眼，开心搭子，什么话都能接，而且对音乐又能绝对的认真。亲爱的，霸王该散了。准成结局间为你义务啊，你们市场恋爱都好厉害啊。我唱哪个角色都不对，除非就是我得正儿八经真的要扮成虞姬这个样子，只有那样我才能进到这个歌里嘛。话说这要是薛之谦和周深出个霸王别姬完整版就太好了，尤其是周深那绝美戏腔，要知道这可是他随口唱了几句，如果是录音版或者正式舞台的话，不敢想象好听到什么程度。你可又会霸王小女子随你刺上舞会，房间的拒绝有你的空气，不过相信很多人也都刷到了音乐园计划盛典的路透，没想到两人还真合作一首《只字不提》。之前薛之谦还因为词的原因没唱，结果最后还是合唱上了，很期待正式播出版。而除了这首，还和周笔畅合唱了《孤独音乐家》，周深也是终于和微信头像一起唱歌了。还记得周深在周笔畅耳朵边可是唱了好多他当年的歌，即使20年前的老歌，周深依然也能清清楚楚记得歌词。谁动了我的琴弦，陪我在窗前，我很想飞，多远都望你钻进四月，别站在心里的年，每个人一个号码。刚好呢就是一不小心那天就刚下雨啦，对对对对，我觉得但是还是很感动吧，就感觉这些小小的一些突发事情也是在更加证明了我的生命们对我的支持和热情吧。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年5月份专辑来了，是的，而且销量和成绩也都非常的好。那么谢谢我记得后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你自己也在演唱会开始抢票，然后呢大家都说要加场加场加场，我们现在一共有官宣了，如果没记错的话17场哦，已经全都卖完了，暂时就是先官宣的，反正后面大家看吧。对，就是那么接下来大家的许愿，深深你要不要挑两个来念一念，说不定这个愿望就可以成真呢。哇，看到他说反身代词好听，谢谢。我看到实体专辑，这个我们要就是把它好好的做好了再跟大家见面，因为觉得这就不赶时间，因为现在实体专辑它变得越来越有纪念意义和更有就是我怎么说呢，说再多都不如到时候看。对，所以我们会继续加油的，这算是一个吧，算是一个。好，再加码一个。谢谢。我看到好多好多好多加场，以及前面的城市或者是地方的名字我都不敢念。给这个怎么回应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努力加油吧，就像之前说的，一定希望可以去到大家的家乡去给大家唱歌，会加油加油加油的，就算是统一的一个好，谢谢。因为我觉得 IPSA 的